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，亦受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所影响的。由最初的蝎子、雀、鸟、鱼、豹和狗，衍生到今日的中国、南韩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。现在就由阿 Kim 带大家穿越时空，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感浪的。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容器，假如没有内容的话，它根本上就不能够存在。属龙的朋友在2017年，你的运气是会比2016更加好的，会出现了很多机缘，尤其是在事业方面的，可以令到你光芒四射，但需要留意的是会有暗涌，在财运方面是较为转折的，是名高于利的。对于属龙的朋友来讲，阿 Kim 送给你的锦囊是爱因斯坦的名句 I never think of the future, it comes soon enough。 我从来都不会想未来的，因为它来得已经够快了，希望你有所得着，愿主与你同在。